难不成这就是甘肃天水麻辣拌的灵魂？哦呦，给给，这是第三勺啊，同志们！不到11:30，我已经来了5分钟了。你看我前面，你知道排队的乐趣在哪里吗？不在于你往前面走了多少，前面的人越来越少，而在于在你排队的过程当中，你后面的人越来越多。你一定要选那个宽粉儿，我找找。宽粉单独的啊？单独的呀？哦呦，给给。你知道吗？光他这两勺辣椒够我吃一个月了。哇！我们的甘肃天水麻辣烫现在已经在手上了。看这酱，你看这酱。我觉得它没有看上去那么辣，但是它比我看上去吃着感觉对香有味儿。它那个辣椒是有点慢慢上头的。我后悔了，我觉得我们应该端过去让他再来一勺辣椒，不要油，只要下面那个稠的辣椒沫。能不能再加勺辣椒？我们自己拌。不辣不辣，刚刚就是觉得不太够味儿，就那个味儿已经吸引到我了，但还不够浓郁。哎呦，流油，浓郁，过油炸过之后略微的焦糊味儿，所以我建议大家还是把这个辣椒给拌开吃，不然可能会有一点点的苦。长着裤带面的样子，但人家是土豆粉，够薄够滑够弹够软。我跟你说啊，这麻辣烫确实和我们平时经常吃的麻辣烫不一样，至于它正不正宗我还真不知道，所以我决定买张机票去天水。